我是韩人的孩子，广播魔术经理。今天是久违的螺蛳粉大赏第二代素食篇，就是那些完全不需要煮，就像方便面一样稍微泡一泡就能吃的螺蛳粉。当然我还是要说一下，有很多宝贝给我们评论，一直在催我们更新螺蛳粉的这个视频。为什么我们没有更新呢？因为我们上一次说了螺蛳粉大赏要满50,000赞我们才能做下一期，迟迟才20,000赞。你知道我收到多少私信骂我说居然不更新螺蛳粉了，我要取关，不要面子的。第二个事情，今天肯定弹幕上会有很多人吐槽我这个背景多少有点老气。毕竟到年纪了，我们走一些成熟稳重的风格。当我转过身的那一刻，希望你们可以在弹幕上刷一句萌总好。3、2、1开始。萌总好。 KPI 完成了吗？多少有点尴尬，谢谢大家捧场，谢谢你们。好，一个一个来吧。第一个 K 3秒即食魔芋螺蛳粉，这个据说是那种比较减肥代餐的一个螺蛳粉。魔芋本身没有什么热量，所有的热量全在汤料里面，一桶是240卡。上次我做螺蛳粉的那个视频啊，给我整 PTSD 了，我一度在怀疑自己，我居然不会煮螺蛳粉。我也是被骂惨了。它里面的配方有魔芋粉丝、螺蛳粉酱包、螺蛳肉、素肉粒、臭豆腐、蔬菜包、酸笋包、酸豆角、木耳丝、白醋和辣椒油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就把里面的魔芋的汤这个水给滴掉，然后倒到这个桶里面加开水，再把所有的料包全部扔进去，3秒就可以吃了，非常简单。但是哦，方便是有代价的，49块钱3桶。螺蛳粉本身就十几块钱一袋，就很贵的。好的，那你辣椒油放进去了吗？都放进去了。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我一打开那一刻，哇，我以为是白开水煮粉。你要和一下吗？有点像什么，在螺蛳粉里面加了滴洗洁精，全部都没有油了。非常的清爽。然后里面的这个粉哦，你捞出来那一刻，你有没有觉得它有点像是黄豆芽？对，好吃都可以，稠一点没关系。它不是螺蛳粉，它的粉哦有点过于 QQ 弹弹。你明显的知道啊，它是魔芋，它不是螺蛳粉，它是浓油赤酱螺蛳粉的平价替代版。如果你这个人在北极非常的寒冷，本来可以吃到一碗螺蛳粉，一打开它啊啊，会加速你的死亡。完全没有提供热量，提供愉悦感的感受，它非常的健康。那你都这么健康了，你还吃什么螺蛳粉啊？更多的感觉它不是辣椒油，是辣椒粉。因为干碟的辣椒粉其实很多人健身是吃的，那个热量是很低很低的。我来尝一下它里面的所谓的配料啊，臭豆腐还蛮臭的。然后有很多宝贝说，魔术我特别不喜欢你吃饭的时候老是扒拉碗。我正常吃饭我是不扒拉的，但是我要讲啊，朋友啊，我要说话，所以我得扒拉点东西出来啊。哎，我使命的扒拉了一下，这个碗里面没有什么值得讲的啊。你尝一下，整体呢就感觉我本来在微辣的锅里面涮麻烫，然后再用水又泡了一遍。对。今天不是什么减肥专场，我是测评螺蛳粉，所以在我这边分数不是特别的高，好吗？下一个数字号螺蛳粉，哎，这个包装还挺可爱的，这个叫什么？舞狮是吧？有没有一点像我在成都买的一件衣服的那个风格？哦，对，非常的像。然后给你补穿，我觉得不太好看。39.6元6桶，哎，好难算呐啊！6×8=48，6×7=42，6块多一桶啊！6×7=42，6×7=42，7斤了吗？42啊。哦，那如果它好吃就可以了。看看配料，是气氛腐竹花生包。突然想到 Keep 的那个里面没有腐竹，没有花生。哎，对，它是为了把热量降低吗？没必要，真的不差这么点。好，还有什锦菜包、秘制汤包、辣椒牛、酸醋包，这就是比较传统螺蛳粉的包料。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我们来尝一下，这个父子号已经烫好了啊。这才是螺蛳粉，哇哦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棒了，是不是正常了很多？我们来尝一些啊，先尝一下腐竹，凑合吃吧。我建议你们腐竹和花生米是等你泡完之后啊，明了吃的时候再加进去，要不然会有点软。它里面写的是把材料放进去之后再泡2到4分钟。不要理他，坚持你自己，听我的，我就喜欢吃脆的。就是大家就不要那么较真，就按照你喜欢吃的泡面方法。我煮泡面的时候，我喜欢留一点碎渣，泡面泡好了，我再把碎渣搅上去，我又很喜欢吃。有道理啊，我就喜欢做自己的你。来，我们来尝一尝粉本身怎么样。可以吃的，它好吃的，它虽然细哦，但还蛮劲道，重点是里面的辣油很够味哦。你醋放了吗？放了。
太少了，再加一点。我就觉得里面的酸劲儿少了点，像嘴巴里面这边一圈是红的。现在如果有一个红外线的探照仪照我整张脸啊，我现在嘴巴这边有个马桶圈，火辣辣的红，是好吃的，但就是粉本身跟你一般吃的那个粉有点不太一样，它有点软，有点细。下一个旺旺 Q 米面螺蛳粉，14.9元一桶，蛮贵的，因为它没有 keep 大。它只是没有 keep 高，它比 keep 粗，跟你一样是吧？我说实话，我本人是高的，你看一下我和李诞的合影。看看里面调料有什么，哇好多呀，这个粉跟刚刚粉很像，哎，都是这种细粉，但这个是不是有点像粉丝？我知道为什么要做细的，好泡开，对，要泡不开。豆皮、花生、酸笋、酸豆角、酱包、醋包、辣椒油包，这个是先把汤料和粉一起煮泡5分钟、然后再把花生包、醋包和油包最后放，这个也是，哎呀，其实都可以乱放的，真的可以的，就是要不然它就不方便了。我们上一次煮螺蛳粉就是搞得太严谨了，导致有很多人叫我做的，大家都是现代人类，一个方便面不会泡吧？弹幕有人说穿得这么帅就吃这，萌总很辛苦的。哇啊，这个醋好香啊！这个醋，我来拍一下特写。哇，里面那个酱看起来好浓郁哦。但它不红哎。哦，搅拌开了之后，它那个辣椒油慢慢就浮现出来。因为辣椒油刚开始泡在下面的。啊，花生米尝一下，它应该脆的吧？因为刚刚放，不好吃还是不脆啊？不脆。刚刚看到我加进去的。对对对，阿爸刚是现放进去的，这也不是很脆。嗯，来，我们尝一下粉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旺旺是哪里的品牌啊？福建吗？中国台湾？对 对, 对啊，有点像是中国台湾那边做的螺蛳粉。它的那个调味哦，吃着之后你会突然有台湾腔，就吃起来蛮软弹的哈、哦。味道不是很带劲啦，它里面有个莫名其妙的酱香味，很怪很怪。你会觉得它像卤肉饭吗？有点像。而且那个粉的口感，我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，它有点太细了。有没有脱发的朋友？啊，肯定有啊。你理解什么叫细软发质吗？一蹬就掉，一蹬就断的那种。这个粉就是那种感觉。还像螺蛳粉，我来尝一下别的配料。哦，它酸笋好好吃哦！我再尝一下粉，再给你个机会。机会他把握住了吗？好，维持原判。我们是所有都加进去了，没有臭，没有辣，没有鲜。但是你一说它是旺旺做的，你会觉得，哎，它真的是有旺旺的企业文化在里面。你一吃就知道，哦，旺旺他们家的。什么东西都很中间值，就是没有上一个酸，没有上一个辣。你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。是的，都市丽人在吃的螺蛳粉，半夜加班的时候怕臭，怕影响到身上的那个阿玛尼的香水。我个人不是很推荐，我比较俗气一点。好，旺旺加油！我万一我们过两天要去参观旺旺的那个工厂，我说他们家螺蛳粉不好吃咋办？到时候我们再立马在工厂里面道歉，跪下来，跪下来道歉。最后一个，我们来吃黑人部落螺蛳粉，23.5元两桶，11.多一桶。对，这个感觉是专门 for 女生的耶，就粉粉嫩嫩的一个包装，还是一个粉儿，酸笋、腐竹、汤包、酸豆角、花生包、醋包、辣油包。哎，看到这个花生米，你有没有觉得在很多酸辣粉里面都是长这样的？他们就同一个代工厂。但这个粉粉嫩嫩的看起来不是很有食欲啊。不错，哎呦，这个样子不错呀，腐竹是比较小的腐竹哎。哇，好臭啊它真的好臭。好吃了吗？腐竹很不错，花生米很不错，那是什么的臭让你愁眉苦脸？好不好吃吗？给个馅儿。但是里面的那个粉啊，臭的有一点点过了。对，我像在厕所里面在吃粉。没有酸笋的口感，也没有醋，辣油不是很够味儿，只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臭。如果稍微的不太切实宜的话，有点像是什么，你上完厕所之后把那个窗子打开通风了5分钟再出来，然后我走进去，我自己的感觉余韵犹存。吃起来还有点点十三香小龙虾的那个味道。它是十三香小龙虾味的吗？它不是哎。Not OK。 好，你把那门关了，刚刚中气有点足，整个家里在回响。好，
今天的螺蛳粉大赏第二代就是这样。今天这四款里面，我只能选出一个好吃的，就是那个最便宜的。负字号，不管是哪一款，你跟你真实的用开水煮出来的螺蛳粉还是不一样的。用你的心去陪伴它，用你的时间去陪伴它的一份螺蛳粉会更加好吃。所有的感情是要付出的，速成的爱情没有结果。最后一个我喜欢臭的，刚在直播时候我一直扒拉着吃，我觉得哎还蛮好吃的。那你就是你要求太低了，真的。那你认不认可我说的那份是最好吃的？是的。那我要给大家就要给最好的。Cool. 给那么多中不溜秋的干什么？那你给我最好的吗？你不是五碗都给你了吗？要吃多少有多少，管够。欢迎大家到我们工作室工作，好吧？招聘招聘，快来快来！再给魔术一键三连，这条视频点赞过5万，我们会出螺蛳粉的下一代。你们不点的话，我跟你们讲实话，真的要等很久。今天视频就这样，爱你们哟，啵。